我妹。你骗人！上次可以吃饭的女生是谁？我干妹。你骗人！上次可以遛狗的女生是谁？我妈。每天必须得往窗外就看一看外边的世界，咋的？是我这个家给不了你温暖了，还是外边有狗了你？啊，站那儿！哎。
点点，点点，点点，你转过来，喵。你干嘛当妹子吓得一句余脸你看，高兴。